下了 Yukon and Bypass Railway 以后，我们就上了巴士，开往玉空。我们会停留在玉空一个小镇，叫做 Car Cross 的地方。Oh, yeah.吃午餐。The lake out here is actually really good for fishing. There's a lot of grayling, arctic trout, lots of different fish out here, and they get to be huge too because these lakes are really cold. They have no pressure. Yeah, well, the lakes are really, really cold. And fish tend to get bigger in cold water. 司机介绍了一下这个湖里的鱼啊等等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停下来照相。这个我们是在 Boat Island， 这是也是在玉空的，往玉空的路上，往玉空那个叫做 Car Cross 的路上。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就是美景，就是毫无办法说没有美景的地方，这个很奇怪。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地方？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来的游客有很多，有些人自己开车来，有些人像我们一样是坐那个旅游巴士来这边的。再看一圈吧，难得嘛。一路上自己都很想玩雪橇，正好到了 Car Cross， 有狗拉雪橇的，我们就在这边吃了中饭以后，试着坐了一下这个雪橇。不过呢，这个雪橇呢是在土地上跑的，而不是在雪上跑的。在 Juneau 你可以坐直升机去玩雪橇，是真正在雪地上跑的，但是一个人要500多块美金，我们觉得划不来，所以就没有去玩。现在这个领头的这条狗叫做 Pat， 非常聪明，可你看到后面这个狗，两条年轻的狗一直想跑，这两条非常强壮，但是呢他们一定要等领头的狗听到了命令，你德国才会带他们跑。啊，你看，他们等一下，他们就要跑了。你这狗啊！其实你看，沿路那转弯地方还蛮大的，所以是蛮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那个领头的狗蛮重要。那条狗，我们后来看它的眼睛相当的聪慧。When you do your racing, you do it on sledges, do you? Yeah. 其实啊，我们是坐在前座，可是其实坐在前座并不是很好，因为那狗跑的其实跑起来很快啊，它会把泥土溅在身上。刚刚讲说啊，夏天的时候他们狗就来做这个泥土地上狗拉雪橇，训练他们的腿力，以便到了冬天他们还跑得动。烂泥巴，嗯，有点滑，泥土都喷上来了。
你看这个前面有水，但是它狗会避过那个水塘，相当的聪明。它已经回去了。据说已经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玩雪橇的过程 ，dog sled 的过程，是一个新奇的经验。